我们以往其实有尝试过中国风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次的中国风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夜店了。官方学名叫做国风电子乐，对，这是官方学名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是，然后这首歌还是蛮洗脑的。我们记明月这首歌呢，是我们团出的第一首国风夜店国风电子音乐。推荐大家去听这首《记明月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好。我们的制作人小二哥，他在这个歌词上面花了很大的心思啊。就是你去读他的歌词呢，然后我相信你的语文可以考100分。是凌晨3点起的床嘛，其实呢我可能到中午的时候才醒。不过第一次就尝试这么古风的一首歌，就整个 MV 里面三套衣服全是古风，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每一套我的造型都不一样。然后这一支舞蹈的话，可谓是史上 SING 史上最难舞蹈。对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酷炫的就是杂技的环节。他也想翻跟斗，我跟你说，但是他跟斗又翻不起来，他就只能搞笑了。喜欢的是我们间奏的那一段舞蹈，就是特别魔性的那个，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那个扇子。Yes.